费兹、潘森，加一个不怕死的蛮王，我靠，还有一个远处的女坦大，这个东西也能突进。哇，这把毒瘤炸弹人有点难打。感谢是他泪流 C 送上的飞机，这把是真的难打。鱼人最怕的就是刺客多的阵容，刺客巨多。对，我只能，但是也有办法啊，也有办法，也不是说一定输，也不是说没有作用，也不是。但你前期打得好，谁能接个火？这把不能闹，也不能，哎呦，也不能出问题，出问题就炸。二级血 W 稳定弹他，你想不起来，我靠！哦，尴尬了，被动点一下，再来一下，我的优势好歹是能推线，对吧？哎，被动点一下，骚扰，骚扰，骚扰，走，嘿嘿。感谢梁兵的飞机。啊，我把他骚扰的受不了。这手 W 连招，接得很棒。炮车一定要吃到。哎，尴尬，赶快我要回家了，不然要来抓我了。我不行，我 Q 炸鱼人很难炸到，他很烦，跳来跳去的。先出章节啊，先出章节，不然拦不过用。刀，有个蓝水晶。嘿，那个炸弹扔哪儿去了？我靠，红蓝 buff 啊！对，你给我问号，我也没办法。炸完就走。buff 还好，炸冰。说稳定法力游戏带给一个、啊、这个线有闪没关系，不怕，收剑，离他远一点，他只要不 Q 到我就好说，保持一个 Q 的距离，如果他用 E 距离 E 技能过来追我，那是不惧的啊。打钱，丢，被动点一下，丢，法力流血带回一波，加彗星骚扰很强 ，Q 一下远程兵，我跟他打，我跟他打，这盘到等他到六级以后，他就彻底看不到我了，我就跟他玩消失，六级之前可以烧他一烧，问题不大。打钱，弹一下，不给你补刀，补刀就是重伤，哎，嘿嘿，刀，六级我就跑路，还有他攀升要注意，打一下，不要补蓝，这攀升回家了，好，我也走了，赶快走。哇，四比一，来一个，好，好，从现在开始，这个费兹再也看不到我了，他只能看到我的弹跳炸弹，他是看不到我人的，啊，这是我的宗旨，强杀我不可能，我有闪有 W， 一个鱼人强杀我，那这开玩笑，不可能的。
我保持满血，谁都做不到。即使他是菲克尔，也做不到。开启龟王模式。你，我就爆一个粽子，就是消失，他能看到我都算我输。你不要说杀我了。看都看不到我兄弟，那我的更不可能，好吧，拜拜，把视野做好。炸弹可以考虑一下，我吃蓝，帮我打吧。啊，不可能出去的，就躲在这里，假装回家了，知道吧？然后他会用一技能打钱。哦，丢颗雷，打钱。他这个能拿我没办法。丢颗雷，这他要能把我杀了，他就是神。我告诉你，你谁也来也谁来也做不到，谁来也做不到。潘森要看着。远程兵不急啊，进塔全收，收钱、啊、这里还能把我杀了，我都不信了、啊、这里还能把我杀了。哎，偶尔烧他一烧，拜拜。劣势有点大，后期很难打这种局，我舞台很大，你要这么想，知道吧？舞台很大。丢雷，丢雷，这你也能把我杀了，那你真的是神啊！潘森也跳不到我，放心好了，不可能的。龟王之王龟川长正是在下。我也不要去哈，千万不要去，对面刺客太多了。潘森要跳，绝对不能去支援，支援必死。我告诉你，支援必死。现在入侵就是找死，这蛮王大招给不到。现在潘森不见了，队友给了我问号，问我为什么不帮他。感谢丁大山送上的飞机。这个时候我只能回他三个字，叫不解释，可能他会觉得我很无情，但是我也很无奈。归的一，归的一、啊、不可能杀掉我啊，杀我是不太可能的，我也不搞你。找个角度丢雷就行，保持一个屏幕的距离，非常的夸张。弹跳炸弹给一手，被动偶尔烧他一下。哎，偶尔烧一下，不能太烧啊！他打我肯定是肆无忌惮的啊，我没办法治他，但是别急，时机未到。不是不爆，时机未到，等一会再爆出。龟王正是在下，龟王之王龟得一，你就要在下，他空线也没用的，没用的，没用的啊哈！你有脾气啊？没脾气的呀，哈哈，拜拜啊，拜拜。他主要有红，他没红，他这个血量一会儿就被我耗下去了。TP 上线，哎，很潇洒，很潇洒，哎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陨石，陨石，哎，耗得你吃得消。你吃得消，
来帮他打一下小鸟，我不吃，我不吃。OK， 吃我就吃了。大鸟，大鸟是好东西。走，思路非常的清晰。思路非常的清晰，潘森一次都跳不了，因为他觉得老是觉得位置不合适。只见其雷，不见其人，龟王，我的座右铭啊，龟王，就是我。弹弹弹，这波可以。帮我来收个蓝，帮我吃个蓝 buff， 我就厉害了。120刀，他这盘能杀我一次。就抽2000元红包。诶，嘿嘿，龟霸。你叫我龟霸，对打好吧。丢雷，小鱼人来了，别走位。龙没抢到，尴尬。哎，他有大吗？我不太清楚。哎，好像有。撤，吃到蓝了，很 OK。他应该没大，他刚刚惩戒吸血，他没大。对方很肥。注意一些人。看不到我，高起来，高起来，走！大鸟，不搞他啊，不搞他！你别看他血少，他还是能杀我。他有个 E， 我技能又不稳定，所以他是完美的 counter。保证补刀，让他强行丢波兵，给一个 Q， 给一个 E， 给一个 Q， 得得，好，走喽，回家喽。不行，这波并没有深推，我要深推。丢雷，可以好，一个黑黑，不是，哎，一刀不漏，就该这么玩，知道吧？说的一，啊，没办法，他一点办法都没有，他只能杀我队友。那你会觉得说他这样很肥，对吧？你后面怎么打？别急，等我装备起来，你就知道他们虽然刺客多，但只要我站位合适，他们还是会很烦的。那个炸弹扔哪儿去了？鱼人不见了，现在鱼人出动，队友就得死。请给我一点时间，哟，这个看起来不安全。好，上去了。OK， 他塔没了，秒塔去了。一推，我推塔也很快的，秒掉。秒塔。啊，逮到了，啊，逮到了，你来不来？你不来，你这个二塔也没了。我推塔超快，
我的这个被动对他能伤害 ，W 对这个塔也能有伤害，而且是秒塔。小润来了，哎，这个鱼怎么也能吃到啊？我就有点无语了呀。我靠，这个鱼也能吃到吗？我的天哪，这个鱼能吃到啊？我受不了了，来个1888元的红包，我怒了，我要 carry， 我要吃大鸟了，我想探这个塔，想吃这个塔。哎，这个鱼吃到我真的是有点无语，没关系，补刀还是很多啊，所以不虚。哦，2000元红包。哎，杀人书没买吗？拜拜，我杀人书呢？这个塔不敢吃了，太危险。没关系，他们又是带炸，推塔推不掉，只要有我吉格斯在，塔是不可能掉的。只要我的站位不失误，弹弹弹，弹弹弹，弹弹弹。弹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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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支援一下，蓝 buff 是我的 ，nice， 呼呼呼呼，蓝 buff 到手 ，Lips 啊，你一个 ADC， 你跟我，都得死啊，你都得死啊，这个技能放的多合理啊，跳弹追击，假装没看到。哎，假装哎，假装甩在这里，哎呀，对吧？哎呀，队友没有灵性，这个时候要假装没看到。哎，火龙这不可能给你的，交出来火龙啊！你能吃的？情况不对，火线特助哟，龙啊！来个雷不给他出来，这个雷出来就重伤。哎，红蓝 buff， 被动收一下。哎呀，好，爽，3000块，无改，赶快走。Do it， 你能吃得香吗，兄弟？这波再走不掉这个鱼，我就受不了了，无法阻止我打钱。雷王，雷神宙斯，206个刀，无敌。哦，出金身喽，先把这个出了，再买个这个。炸完就走，用波叔。只要他们现在打团不盯着我，就好说。我先炸他，他已经吃不消了，他终于感受到我这个伤害有多高了。
个大招丢不死啊，科学低火炮丢不死。吃他一波小鸟，就吃小鸟就行，大鸟不要吃，但大鸟要死。喽，科学地火炮，艾伦上去就算，艾伦不上去，我来压线，龟缩，龟缩，摸不到我的，别我塔，想太多啊！科学地火炮教你，哎呦。哎，完了！科学地火炮塔是不会丢的。啊！小星辰，这里有人，跟他过去，跟他。我的站位要特别刁，2500块，金身已够。嗯，你追，哎，你追，反手点你怎么说？你皮当我怎么说？不敢动你手，你恐怕以为给你个小土雷又能怎样？弹跳炸弹，丢雷做人，空中灌篮，来打我呀！勾引子，勾引子有大招的，叮，呵呵，勾引成功，哈哈，舒服呀！哎，就故意吃他个鱼。上当了，还是年轻呀、啊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大鸟终于会还手了！我靠，我、哎、靠，这波行，放你一马。喂、哎，女妖面纱，好了，已经满了。来个这个刚好，无敌了，现在无敌了，现在团战非常的轻松。现在团战我一个科学第一火炮教他们做人，虽然有几个英雄可以躲，说、哦、你能进我身，你恐怕难度太大啊！来，不要着急，科学，你恐怕能进我身，没有，你在开玩笑，你进我身，呵呵，我这个小雷嘛，丢雷做人啊，这甩雷雕的药啊，长长大家伙，哎，你恐怕能进我身。这三个人都进不了我身，哎，他只要进我身，我就输，啊，就这么简单。你进不了我身，我就是爸爸。来，不用怕，丢雷，炸他很痛。你想走，想追我，走不了。小土雷丢得你头皮发麻，终结，来这！我靠，这么浪啊！我想要杀人出，哎，浪了，这波浪了。哎，有盖伦在就好多了，盖伦不发他们直接花里胡哨的英雄。哎，盖伦在就是他们打我很好打，打盖伦打不动，
金身开不出来哦，我也想开啊，开不出来。太对了，空中灌篮，本来想一个很帅的空中灌篮把他们收掉，把这个刘娜收掉，搞个四成书。炸完就走。所以说我这个英雄要的是什么？是视野，知道吧？没有视野就很头痛。24-26，很好。被动收，哦，没吃到。来来来来，视野太差，视野太差，这个就很烦啊，没视野就很烦啊。团战，我先玩一手消失。先让他们看不见我。当他们在打我队友的时候，我再出现。打不到我。一见我身，你就没。你胆子是真大。哟。我靠！感谢马老 C 的情夫送上的飞机，恭喜。听不懂，这个 ADC 是真的换我杀人输，我还是四成。耳装备不错，打我很痛。哎，这个刺客太多了，刺客太多，这盘很容易被限制。但输出有，我现在输出很高。科学第一火炮600+550，中心地带。哦，我靠！他闪现把龙抢了啊！哎，没事，不用虚，他敢进来，我就教他做人。你怎么出来呢？你怎么我甩大你怎么办呢？哎，好，八成说很好。哎呦，他把这个龙给抢了。哎，又要拖一下了。来来来来，我来把他这个塔摸了。给你个弹。哦，这 ADC 厉害得很。刀塔。哟，空中灌篮。我正在去，我正在去。火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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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全是火龙，没有血了。来来，火龙，我可以千里之外输出，没事。一个大招，混个助攻，很稳定。哦，火塌了，很棒。空中灌篮，花里胡哨。别过来，你过来就重伤，我这个小雷很痛的。哎，一手弹弹弹。
二连跳啊，很帅。兰德里的折磨钱不够，抱团抱团抱团，搞起来搞起来，伤害值爆炸，好吧，谁能接个火？哎，天哪！这种分散的我是最不喜欢的。哎，复活！不行，我不能被包，我的站位不能被包。来来来，跟他们干！我科学地火炮助威，科学，他就地狱火炮！你们，哎，按错了。一线 ADC 来了吧 ？ADC 来了，哎呦，按错了，我把金身按错了，我。一直在上，把这个秒了，把塔秒了，六个 W， 空中灌篮，对位，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假装往这里走，但是往这里走，快点快点快点，调虎离山之计，非常的聪明，很有智慧。哎，钱不够不行，这个看起来不安全，这兰德里的折磨肯定要出。秒石头人，开玩笑，别碰我，不烦，来来来，抱他，去去去，疼啊，这多厉害啊，这一个 Q 多痛啊，一个 Q 就是一半，绝对一半。不怕，哦，他个小雷把他踩死，把他炸死，这个小雷，这小雷无解，哦，很轻松，搞定，这么快就搞定了，我靠，哎哎哎哎，没了，哈哈，哎哎哎哎。炸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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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完美计算，走，哦，这么久吗 ？OK， 搞定，一波拿下，我点塔很快，哎哎，这个你能吃得下，小土雷就把你炸死了，好吧，我都不需要 Q， 就这个一技能就把他炸死了。想不开，小土雷把你炸死，哎，你能动动不了，再进第二瑞 ADC 来了，准备跑路，哦，科学地火炮，是，哎哎，我靠，没秀起来，哎呀，对面还要硬扛，来法穿棒，要杀人数了，法强减一点没事，有穿透，他们好像没魔抗啊，一个这个没事不出，就用这个杀人数，这个要双龙会，等一下，
29秒，别急，蛮王偷，别急别急，哟，他敢打，打起来，让他们干起来。没吃到，哦，好痛！哎，我们吃大龙一样。科学地火炮，秒了，摸一下，摸头就死了，在头上摸一下就死了，不是秒杀知道吧？在头上摸一下，摸头杀。来来来，大龙我们吃，好吧，我们两个吃 OK 的。大龙很快，我觉得我要站这里面，情况不对就来一个跳雷撤退。秀一把，哎，丢雷龙龙，搞定，回家回家回家。一波一波，942，重回巅峰。快点快点快点，毒瘤毒瘤毒瘤，超远距离丢，往前走，这个雷他们吃不消的，把它炸开。哦哦，别打我呀，流雷，丢雷老某自杀，炸弹人自爆，我靠。哎，怎么这么土匪啊，对面家都不要吗？我真的想不通啊，你们不要加吗？加没了吧，三个杀我一个，加没了，结束。